那姐妹现在有下那个禁酒令吗？因为有孕在身。当然、啊。为什么要禁酒令？啊？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脑？第一时间知道。闺蜜嘛。闺蜜嘛。一起验什么？就是陪她一起验。姐妹现在有下那个禁酒令吗？因为有孕在身。当然、啊。为什么要禁酒令？啊？好，点得到幽默吗？我可以哦。当然，那就是孕妇，当然所有的孕妇都是要保持健康的状态嘛，怎么可能喝酒？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脑袋？第一时间知道。闺蜜嘛。闺蜜嘛。一起验什么？就是陪她一起验。是的，嗯，知道当下的反应，知道当下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啊！但是我也知道他这个是有计划性的，哦，就并非是意外，所以其实是很恭喜他，非常的开心，也觉得哇，身体也太青春健康了吧，好棒，嗯，棒棒，对，就是天赐的礼物。那想问一下，会期待小老虎是哪一代？嗯，都好欸，就是健康快乐、健康平安、健康宝宝。嗯，他穿的还蛮宽松的，所以其实就不会特别去注意到他的路。欸，你们上次好像，如果你们有看到他路跑，3月12号，他有出席那个阳光的路跑、嗯，其实就可以看到他的状态。他意思就是现在先不用问了。